CDD 10-050。外观展示：1.0吨宽腿电动堆垛车，经济型，宽视野，低能耗，每天仅需2度电，满载工作时长3小时，轻载6小时。CDD 10-050标配2G门架，最大起升高度3300毫米，其同系车型为 CDD 10-090，单立柱型门架设计，最大提升高度1950毫米。工作状态：高强度一体式货叉，有效避免因误操作造成的货叉变形和损坏，免维护蓄电池，内置充电器，使用更便捷。细节特性：宽腿堆垛车，叉腿外宽，三档自由调节，锻打货叉，自由调节宽度，适用单面、双面托盘，机械转向结构更可靠，维修费用低。免维护蓄电池，内置充电器，使用更便捷。起升电线位，有效避免机械冲击，延长电机电池寿命。